大家一日到晚拢会敲电话来问，讲妈祖在甲倒啊，妈祖登来甲倒啊。那我们就要赶快打电话，一直问，一直问。那现在有开始我们这个 GPS 的定位，哇，就很方便了。整教上面，我们装这种 GPS 跟影像的设备，不管是你参与这个活动，你想要知道神教的即时位置，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参与这个活动，你可以透过这个教上面的四支摄影机，可以及时的去看到神教附近的一些影像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几年来，哇，它这一种广角度跟以前又不一样了。刚开始十几年前那时候拿来，哇，差很多了。现在整个看得又更清楚。通常都是起架的时候，大概最多人观看。我们昨天光起架的那一段时间，大概就有大概超过10000人哦，在同时在线上。一整个活动下来，大概都会有大概700000-800000的浏览的人次。因为这个神教毕竟它是一个比较神圣的地方，我们要在这个神教上面去装山西的这些设备，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禁忌在，要装教的过程啊，什么时候可以装啊，好，那装也要起价，我们也必须要配合这些宗教的这些仪式跟他们的这些文化跟传统，好，那也就是科技跟宗教文化的一个结合。我们这电池哦，极限是到18小时，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及服务信众，我们大概12小时就会去把它换掉。最大挑战是在于神教基本上不会准时抵达，因为沿途的信众太多了，有要抬轿的，有摸轿的，有要钻轿底的，所以神教班也很辛苦。像今天早上神教班就 delay 了3个小时，那我们要提前在没办法掌握时间的情况下，我们要提前到下个点去等，所以有时候一等是等2个小时到3个小时以上。而你玩鞋黑。天眼 GPS 哎，你换电池啊？我检查一下。然后到了之后，他只停留大概2分钟多，他就离开了。那后续的其他公庙，甚至礼拜一次晚10秒之内，他就又离开了。所以这个是很紧凑的一个时间点。妈祖大概10点起驾，那起驾之后呢？我们一路先到大甲溪的另外一端去等他。他们一开始以为是讯号差，所以导致轨迹跟即时影像送不出来，到后面等过大甲溪讯号是没有，我们就狂追。其中我们3位是直接追着神教在跑，跑了3个小时啊，因为不晓得何时可以靠近。只要神教班神教一停，我们就要问他说，那班长有没有空，让我们检查一下设备，换一下电池。后来发现啊，原来设备跟电池一切都正常，只是因为民众太热情，讯号太差，以及神教上的教育的基础设施材质太多，导致我们 GPS 传输有了异常。妈祖的这个神教教衣呢，它每年越做越有漂亮，免不了里面就会混合一些金属的材质的线丝在上面，导致我们 GPS 在收的时候受到干扰，那它回传的效率跟频率就比较差。所以后来我们的改的方式就是尽量把那个天线跟接收器的部分移位置，让它讯号比较能正常传送出来。现在我们这几年呢，包括我们投入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直播，哇，大家都看了直播就知道大甲妈在哪里。那我们把最好的信息、最好的一块提供给我们啊这些信徒，随时都了解大甲妈的状况。跟着这科技的发展，那其实有很多的功能，其实也都是信徒他们在每一年绕境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给我们一些意见，我们也收集起来，我们在下一年度的一个服务，我们希望能够去做一些提升，好，跟一个新的功能的一个扩增，让整个大甲妈祖绕境的这个过程里面，它进行的可以更顺利。